只有跪拜一坨，跪。大家都没看到你的画面，都觉得我只是单纯在凶你。你要想想，他现在在荧幕前面比我中指，我能不凶他吗？他荧幕分享又开私讯，还是比鬼脸又比我中指啊！哎，停止观看，看不下去。为什么都要这样子欺骗你的观众？我没有欺骗啊，那你为什么都要欺骗你自己？我没有欺骗你，明明很臭。我没有，我很香。大概吧。什么大概？飞十六。哦，他们要在一起啊。嗯，啥啦？我帮你补了哦。啊，对不起。你要自己补哈？那你收你残血不雅了。没有啊。异臭蛋，他是古龙呢。有用吧？我今天没有用吧？古龙没用啊。那就只能诱导了。为什么要异臭蛋？我没事，不要听他的，他乱教。要打走其他的吗？不对，我石头还没捡。待会呢？不然我不会撞你。我来啦！他老公，第二棒哦，就。啊！第二棒，撞他头啦！什么第二棒？哦，对不起。要用我来了。没错。还是要下来。来了。啊！怎么抓到？来了，死了吗？我睡着了，没差你说，哎，撞到了，白痴哦！我想说他怎么在那倒？
对啊。我。你干嘛？去哪了？被撞了，被打了。打回去啊！不动一嘞，没换。有，在这。这个状态很有机会了，我好跑了，他要爆炸了！你看这个，你有看到跳的东西出来吗？跑远一点，再看啊！好，我怎么跑啊？就看到你有跳的那个讯息吗？没事，都可以。好，没有看得很清楚，但是有看到有。不用跑，有我在哈。没有啊，他出事情，傻眼，是该跑啊！可是这三位的有我在，不用怕啊。我干嘛去了？啊！哇，这时候。干的。啊，完了，对了，没关系，够啊，够啊，对，就干得好。死了。干嘛啦？辣了、喔？没，我刚刚想要打他，然后他尾巴刚好把我烧死。尾巴哎、欸，搞笑吧？在这里，这是炎龙。我弟他女儿真的北齐耶，会锁人家门，真的假的？先上，我忘了我大舅来。我先来看一下尸体好了。岩飞龙是可以抓的，不是，它是古龙啊。哦。跟你讲古龙，因为整天要抓，都听人讲话。那下次、啊、下次又是问一样的问题。看起来很漂亮。然后下次就问，天地皇帝龙可不可以抓？他不会要抓，那么丑他会想抓、喔。哪一个？黄皮龙尾王，眼睛张开很恶心的那一只。哦，那个很恶心，我不要。你看对不对？有没有很准？啊！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要抓！软的，软的，软的，软的。没关系，我
看没有钱。等下不用，等下不用跑了啦，上位有可以打。我不会死吗？不会死、很难说啊。我说你以你的作死程度的话，好吧。他上位装欸。你看，死了，看不到他那个了。没死、欸，快死了。那闪现在大家就开大招了吧。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嘿嘿，没有粉啊，我会开。哦。还没死，十一滴血，最后一刀。抓抓！哎，有啊，没有，我忘记按 E S C 了。懒得理你了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没事，算了。反正你有这两个异装，很好，很好单挑了啦。好。虽然说上再跳不过，就真的没办法了。可是我现在能打得过，也只有上位了。就是单挑的话，单挑怎样？只有上位的一些龙打得过。只有上位的一些龙打得过，只有一些 M 级打不过了。天哪 ！M 级就只有那种水妖鸟啊、毒妖鸟啊、炫鸟啊那种。所以你只能欺负七三趴二。是，听起来像。你就是要多打。你现在就是一个温室的花朵了呢，你已经从走路草进化成臭臭花了呢。我没。你再不进化成霸王花，你永远只能当臭臭花了呢。你没有吗？我没有臭。还是你想回去当走路草？哎，走路草很可爱。那你删游戏吧。你知道走路草当它没有草的话会变什么吗？什么蚊香蝌蚪？哎呀，看丑哎！干蚊香蝌蚪很可爱，好不好？天哪！蚊香哦，我把它想成蚊香蛙的。蚊香蛙也很可爱啊，很可爱啊。可是它看起来……你看起来也没很可爱啊。我又没有说我自己很可爱，你只说别人很丑啊我香而已。你说别人很恶心啊。黄一达跟黄皮龙一样丑、喔，我买个黄皮龙的面具，下次见面给你戴。不用，谢谢。那狂打你的头，看会打到眼壳，掉死眼壳，死眼壳。那要先把它打装备嘛？然后打什么？我有那个了，浮动翼装跟他给我的转身翼。我是怕你浮动翼装穿上去直接去的。啊，走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调查。要打什么？他的阎王啊，他等晚上还没打完。哦，好啊。回月城。为什么我看到有个四星骚鸟？六星。F 的就。缺点就是不能看它是几点几。什么？我说 FB 的缺点，嗯，就是看不到那个讯息是什么时候打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没有想说微微叫我干嘛？很早以前的事情了、欸。好。说秀秀，你为什么要说谎？明明很臭。那件事情。我就两斤两。你看一下你们的
然后又跑去隔壁说我坏话。我哪有？看一下你望下吧。那没有。哎、欸，三金二银，那就开你的。我是有比较高的，但是就不能死了。哦，不是，是刚刚教主说秀秀开视讯比中指哦。哦。对啊，你看你为什么比我中指？我那有比你中，要比的是见面就说。啊啊。没有，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人。大概。懒得理你了。吃饭喽。行，完了，我要睡着了。越起身真还能睡着、啊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大家进去之后，马上在营地旁边睡觉。好哦。再等下修修伤害不会到五千，我有那么低吗？你刚刚、欸、应该说你上一场、啊、上一场你打两千呢？哦，应该说上上场你打两千，上一场你打五千，打五千是会有两只魔物啊，这一只是。这只是 M 位的，所以你会有一个心理压力，就是心理阴影，就是这是 M 位的，你不敢往前冲，一上去就被小太阳爆死之类的，对吧？很有阴影的。我等下要跟在你旁边看你在逛街，我要让观众看你在干嘛，不然都说我是嘴你，丢包啦，挖个空隙。要在标题打秀秀观察日记。我们看这个臭臭花怎么时候会进化成霸王花或是美丽花，应该吧。你看果然是潮汐的神奇宝贝，特别喜欢拿水。什么东西？我只是怕我。嘿，怎样说？你说猫车了，哦，干你猫也是我补，你没补到哦。谁跳下去了？干不听笛子的呢？哦，给捕食一点尊重哦。好，他等下就飞上去，酱油高下来，干你飞回去干嘛啦？啊？你知道我当你跳下去，我就看他拿起书来，我刚刚说完，他就直接飞走了。他下来了。哦。我才刚要讲完你就走了，因为我在上面好像看到你拿起书来。走吧，走去上面找他，等他来撞墙。没得撞了啦，你可以丢东西过来。然后救他过来了。嗯，对呢，我救他。啊，直接走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捡石头，捡石头。好像就太远，再过来一点好了。他们等不及了，傻眼。完蛋了！你们，嗨，请靠墙壁。那个墙不行吗？啊！哇天哪！靠墙壁，黑月。我没拍，所以你可以拍。哦，那我也不错。可以了。暴乱一下头。不
是啊，黑月你要软头也是我来软吧，你要软两下呢，打尾巴啦，你可以就打尾巴跟翅膀，我帮你软其他地方。齐了不会讲话、哦，我齐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可能是你？你是用滑坡在玩是不是？对啊，他用滑坡了。可以上任。派到那个滑坡的那个骑乘身高，大概两次，一两次就够了。没有吧？秀秀在上面骑吧、啊。秀秀刚刚在转圈圈吧？哎、啊，都一周不会脱掉哦，节操、哦。斜坡好好玩。啊，睡了。啊，哎、欸，帮我，我没石头。我有。你去撞，你去撞。这个就可以了吗？可以。直接上去，直接撞啦。只是没撞到。嗯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侥幸。你才被我嘴。我感受到了，那看起来不像小明吗？来来，再撞一次。你会遇到没有墙壁撞的，也是巨魔之后的事情。趴小，对不起。捡捡喽！哇，好多掉了。咖啡哪？下面啊。下面。被那个吧，七面族那个地方。没有下面。哦。因为有时候也往会往那边飞。先帮他装个不变之石，再来观察他。有吗？你还是要永远当个臭臭花？我觉得臭臭花很可爱、啊。不要。有没有歧视臭臭花？谁很恶心？他错错的，你这样是人身攻击耶！他错错的看起来就很恶心。你知道为什么臭臭花会臭吗？为什么？他没有爱。之前我记得途径有这样讲，臭臭花如果好像得到一个很好的、很好的什么关照吧，一点也不臭。你就是没有爱。才会臭，对不对？我有啊。没有啊。我都给了他们啊。给谁们？缇娜他们啊。没有啊，可他们是想把你踢出去呢。但是他们不懂我的爱。哦。爱要爱对地方啊，你总不能说什么，这只你给这只狗吃猫粮之类的吧？对吧？他的头又硬了。他真的飞出去了，他去奇面族那边了吗？然后你看啊，转移话题啊，
不是啊，转移话题啊，没有，我到营地了，应该可以转，好像走一定可以的，差不多了，时间没有差很多，他还在愤怒，我挑战者结束，没有，你挑战结束就是因为他没走，吧 ，maybe。喂，我看到仙人掌在跑，想你啊！在哪里？哪里？我想要。要你妈要！花。那仙人掌而已啦，仙人花。我刚刚连续打了两场都是仙人花，我很难过。然后我还找不到他。报应。什么报应？啊，中洞。没关系，那可以。不行、哦，我以为他可以撞到左边，杀到左边的。他要爆炸了吗？没有，可错了。现在很害怕他爆炸。该爆的时候他就会爆了。没有伤害你了、欸，小姐。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伤害赢你了。啊！好，不用看伤害了。哎。哎。可是我刚刚满血，为什么？他又爆炸了吗？爆你的头，那个是很痛的技能，你不能在他脸的下面。奇怪，你不是打很多场，你怎么会看不出来他的技能有什么？我没有看过这一个、欸。屁的。来来了，众所期待的。如果他还在这里，可能你大概还要再死一次了。我在上面，我刚刚看着他的爆炸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刚刚在那个一开始在我们在打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喷过一次了。欸、就看你自己看去哪里啊，你每次都这样子。要死，我把伞下来吧。没闪到，你把我打走了。谁打走了？没好，我要跳起来被某个人轰走几多。好远、啊。啊，我怎么按到这个？想吃核桃是不是？我还在这边，有可能。有，大概只会下一秒、几秒。机会了。有啊，他也是吃核桃哎、欸。又飞回去。没有，有人在用核桃丢他。他不用核桃丢他，他会重新跑一次。
可以够到吗？够不到，太高了。你要射哦？好啊，没有，我只是